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问题。各位请看，我和他结婚已经8个月了。结婚之前他说要一生对我好，对我百依百顺，谁知道他结婚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结婚前对我许下的种种诺言，结婚之后都没有实现。我真的不知道结了婚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抱怨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听到，结婚前你是这样的，为什么结婚以后你就变了呢？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茂27岁，来自西安地产开发；女嘉宾小李27岁，同样来自西安待业。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久？有快一年了。相处了多久结的婚？相处了有前后5年多了。这5年多就说对你还不错是吧？对，就是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然后把我当公主哎，当女王一样供着。结了婚之后态度就完全变了，感觉好像好把你得到手了，也不需要再珍惜你了。比如说婚前我在上班，我给他发个信息，我说我肚子饿了，他可能中午哎就买一份肯德基跑来看我、啊、然后婚后我饿了，他就会说那你赶紧去吃呀，你还给我发什么信息啊？是吧？我觉得我没有变呀、啊、你像恋爱的时候我们又没在一起住，现在在一起住了，肯定很多人两个人要磨合呀，对不对？你不能像恋爱时候那样子老是特别的任性。你们结婚度蜜月了吗？度蜜月了，去那个马尔代夫，去之前肯定是要换钱的，结果我们第二天下午6点多的飞机，他第二天中午11点还在家睡觉。结婚之前他肯定就是会把一切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安排得很好，就我只要去享受就行了。因为对于女孩来说，你想就是度个蜜月呀，有一个那种梦幻的婚礼，肯定是咋样蜜月度的。他度蜜月就是全程都是臭脸，感觉一副好像谁欠了他一样子。主持人你可能不知道，就是我在结婚前那段时间就跟朋友做一个项目，然后赔了好多钱，然后积蓄都赔光了，最后硬着头皮透支的信用卡跑到马尔代夫，然后人让我换钱的时候，我一大老爷们儿，我身上也没多少钱了，我也懒得给他说，不想给他说那些东西。哦，他就非得逼着我去换钱啊，干嘛的，特别不理解。你看你看，他就觉得我变了。你们这肯定是蜜月度的不好。回国之后怎么样啊？回国之后的第二天他就消失了，1个星期联系不上人。你怎么会走1个礼拜呢？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成天就叨叨我，整得我特别特别压抑。你说我大老爷们儿受不了，他成天抽个烟把我撵出去，而且你说家里面我们家150多平方，他就想要一个梦幻的衣帽间，就给他做了一件衣帽间。嗯，我说那我电脑搁哪儿呀？他就我家阳台那个角落，前后就2平方嘛，他就把我电脑放到那儿了。嗯，结了婚之后他天天在家都玩游戏，也不理我。嗯，就是以前就会有时间陪我去逛街呀、啊、干什么的，现在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他玩游戏我玩手机，谁都不理谁那种。你这结婚才1年就这样了？对，而且有一次就是特别夸张、我们俩一整天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他对我说我帮你把快递拿回来了，然后我说了一句哦，然后就结束了，这一天一句话都没有说。啊、那你当时如果回个谢谢老公呀什么的，我不继续跟你说了吗？你回答个哦，那我还给你接个呵呵呀。那你们俩这家务谁干啊？全是我干，因为婚礼上司仪会问你嘛，就说以后家务和谁干呀？当时我结婚婚礼时候，我不可能说是啊，我跟我媳妇都干，那我肯定说我干嘛，对不对？他就信以为真了。你是一个男人，你说话就应该做到，而且不是说司仪问这个话，就是婚前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然后我每次一跟他提这个事情，他就说哎呀不用分这些了，我不会让你干的。结果婚后他就天天说、啊、你在家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做饭不是干活吗？那你怎么说，我刚那下一句我还说我们要做彼此的天使呢，对不对？那你说咱们怎么不飞起来、啊、那你这不是瞎扯吗？他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吧？他有，是后来被我套出来的。不是被你套出来的，是我跟你说的呀。你没有跟那个90后的女孩出去吃饭吗？而且他去的那家餐厅就是他曾经跟我说七夕节要带我去的餐厅，他都没有带我去，然后他就带别人去了。那是我之前那个朋友，而且这件事情是我主动对你说的呀，对不对？根本不是朋友，他们就坐面对面，然后他朋友就拿出来一个手机说你能过来亲我一口吗？朋友会这么说吗？会说你能过来亲我一口？他明知道你结婚有家室的人，就是因为你说话总是就是给别人一种能钻空子的，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人家怎么不找别人呀？我看到他们的疑惑了啊，
等于你看了他的手机了是吧？我没看他手机，是他自己跟我说的。哦，就是那个女孩坐在他对面，那个女孩面对面的给他发了个微信，说你能过来亲我一下。对对对，是吧？那我觉得你，然后你回家就跟老婆招了是吧？对对对对。他不是立刻招的，是我那天晚上。隔两天。是没有隔两天，隔了两个星期，是我套他的话，我说那天晚上睡觉，我就说咱们俩之间就各分享一件，就是彼此一直没有告诉对方的事儿。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一件事儿，他给我结果他就把这件事儿给我分享了。分享之后，我想着如果你作为一个男人对吧，你结了婚你应该负责任。那如果说这个女的她已经跟你说让你亲她，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直接说。我是有老婆的人，我希望你以后不要骚扰我，再见，就不用吃了。他还跟人家把饭吃完，而且他还买了单，还请人家吃了。买完单之后，那女的还纠缠他。第二天晚上，他说那女孩又给他打电话了，就是非要约他出去吃饭，然后他不出去。结果那女孩直接来了句说，你每天下班你回去陪你媳妇儿有意思吗？这种话是朋友会说的话吗？那你继续说啊。我就回他了一个有意思，然后就不联系了。对，他怎么能说有意思？他肯定说你管的，我就是爱我老婆，请你走开，以后不要再联系了。他应该这样子说呀，他怎么能说有意思呢？这就又给别人可乘之机了呀。你说这话就证明你不爱我呀。而且他那女孩还说，我比你老婆年轻，比你老婆漂亮，你为什么不你可以离了婚，我愿意等你，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块儿？我比他年轻漂亮，你怎么不喜欢我？然后还说要找我谈，还问我们俩什么时候离婚。你觉得这样的人是朋友吗？那我的朋友也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呀，人家喜欢就是默默的喜欢。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告诉我的呀，他想跟我显摆，他想给我显摆，就是他很有魅力。他就是觉得在我心目中，我老觉得他特别不好，然后他就为了显示，就是别的姑娘都喜欢他，他很优秀，然后让我懂得珍惜他。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特别不负责任，而且不仅这一件事。我们俩就是当时去蜜月就认识了一个姐姐，然后后来就去姐姐那个地儿去玩去了，然后那个姐姐带了她几个朋友一起招待我们，后来姐姐那个朋友就来我们这个地儿来旅游，他们就见了一次，也是一个大美女，长得很漂亮。她更殷勤，她要去飞机场接人家，然后要开我的车，因为我的车比她好一点，我就死活不给她借，她最后就给急了，然后她说你不借我算了，然后她就出去。后来我就在后面就是加了一句，我说那我能去吗？她说你要去也行，什么叫我去也行呀？然后他去了之后，我们就去一家很特色的那个小吃街吃饭。他就是那种各种献殷勤，我在后面等着，然后他在前面，美女要不要吃这个？你要不要吃那个？当时还下雨，他还帮人家撑伞。我在这边淋得跟落汤鸡似的，他都没说给我撑伞，我自己就一个人在后面默默的把伞撑开，然后我就打着伞很落寞的在后面走。然后他就那样给那个女孩打，还说我这个伞比较大，让我换给他，说因为他和那个女孩是俩人，我只有一个人，就让我一个人打一把伞。然后他不仅这样子，好好不用再说了啊，你就把这个伞的事儿稍微回应一下就行了。伞的事其实也没啥，人家是带伞的呀，因为人家带伞，我就出门递，顺手撑开后递给人家了。没有，那你说他，我到底是递过去还是给人打伞？递过去的，他是这样打开递过去的，那就是打伞呀，那就不是递了呀。啊，不是，他跟那个女的打一把伞，不是，他是这么递上之后，然后给人家。啊，不是他。打着伞，那女的在伞底下。没有，他说他不打伞，他就跟他说下了点小雨，他不用打。然后那女孩就打着伞。等于那个女孩自己打着伞，你也自己打着伞。对，我没打伞。然后他就跟那女孩走在一起，美女你要不要吃这个？这个是我们这里的特色，我告诉你。哎、然后我一个人就悄悄的，我都后面落他们大概有三四米。他这一描述啊，就差了太多层意思了。我问你个事儿，特别会加工。哎，这个上面写的是。待业，那就相当于现在没工作是吧？我不是说没有工作，我是暂时，我只是暂时休息、啊，我没有说我没工作。不是你休息多久了，姑娘？半年了吧？哪有半年？就是两个月，因为我之前九月份到现在。他朋友为什么叫他人生赢家？因为他成天就是每天玩半夜呀，然后中午再起来，吃喝什么都不愁呀，然后我每天就要上班，辛辛苦苦的。然后他就各种时间约朋友呀。什么叫我各种时间约朋友？那我之前我干了五年的班，我也很累了，我就想休两个月假，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我有错吗？再说这个时候现在就本来就是我工作没有找好，然后我觉得不太合适，我想要找一家更好的企业，那我也要对企业负责呀，不是说我随便去一家企业干上两个星期我就走了。知道了，知道了。所以我在选择呀。好好好，哎，这追了五年啊，处了五年，伺候了五年，心甘情愿的吧？
当然爱他才会这样子。不是，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当时不是去马尔代夫走了嘛，走了回来之后他跟我说，就是我们俩就谈到离婚这一步，当时结婚的第二个星期他就说就不想过了，然后他说他跟我结婚都是被我逼的，然后说给我求婚也是被我逼的，其实他根本不想娶我，只是因为他好面子，当时已经邀请函发出去了，也不好意思说再不娶我了。你说他说的这是什么话？什么叫被我逼的？我又没逼着你，那大街上这么多人，你怎么不跟别人结婚呀？今天说句实话吧，实话，因为真的是我，因为当时也在气头上呀，因为他，你想他说我一个事情啊，他能带出来一百件事情，你知道吗？嗯，发现了。所以我真的就脑子反应不过来，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这，你不是反应不过来，你是真的没理。好，听明白了，你还想过不？我肯定是想过，因为我结婚快一年了，我也想要小孩儿啊，想个宝宝什么的。他就说啊，你变了，你已经不是你以前的你了啊。不是，你现在天天出去沾花惹草，我怎么跟你有孩子呀？我有了孩子怎么办呀？我每天在家玩游戏，我没有对下班我就回家。他刚才承认了，他每天在家玩游戏。那你每天在家玩游戏，那孩子哭了，你还说这一把我要打完是不是？那你不是你现在不没孩子吗？那玩游戏你也得对队友负责呀，对不对？那就是游戏比我还重要是吧？肯定是你重要，但是游戏。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就这样吗？谈恋爱就是这样子，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那后来为什么还要嫁给他呢？就是因为他对我好，他每次来他都哄我呀。我说分手，他就在我们家死乞白赖使劲哭，哭一夜的那种，然后又送花又送东西的。他在你们家哭一夜。他有一次就是因为我要跟他分手，他在我们家楼底下给我打了100通未接来电，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我去上班，他在我们家还在我们家门口，然后还有一次在我们单位门口拉了一个海报，还是拿着那个音箱，就写的什么我们一起走过了多少多少的岁月，就反正就是那种套路话，然后抱了一大朵玫瑰花，特别丢人。但是现在连这种事情都没有了，还是希望有这种事情的吧。他就只会对我说。你好好静一静吧。好，到此为止吧。哎呀，你们俩能结婚，关键是谈了5年恋爱还结了婚，我觉得也算一个不小的奇迹了。就是，但是你们俩还真是挺配的，你还真别说。因为我每一次都是默默的对自己说，又挺过来了一次。你还想跟他过吗？看他表现。啊，你愿意给他生个娃吗？看他表现，如果他表现好，能改正，像以前那样子疼我宠我的话，我肯定会生孩子。哎，万一他要假装又装了1年多，把娃骗下来又恢复成这样，那他有本事就装一辈子。我觉得装一辈子也可以。那就只能说那也没办法，那孩子也生了，我还能怎么办呀？兄弟，再熬一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一看呢，从小到大被宠大的。父母肯定把你捧在手心里，男朋友宠了你5年，你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结婚前吧，就不觉得不应该被别人宠着，不觉得在家洗个碗啊拖地啊是应该干的事儿。但其实姑娘结婚了，不管你之前有多被宠，你多么小公主，结婚之后你不可能马上成为王后的，你明白吗？你没有做好准备，只因为恋爱了就觉得可以结婚了，结婚了还跟恋爱一样，谁告诉你的？对啊，就是结婚了，就是我就想的是结婚了为什么就跟恋爱不一样了？当然就不一样了呀。那就是结婚有娃没娃还不一样呢。我跟你说，我太太生完孩子之后抑郁了小半年，她没有想到原来当妈这么难。我太太还算比较勤快的，在家还爱做个饭什么的，我们俩也不怎么吵架，挺愉快。就你和你老公现在这种状态，你咔明年生一娃，我跟你说你得疯。对，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现在没想要。你恨起来，你想把孩子扔了，你知道吗？他不让你好好睡觉，做公主多轻松啊！结婚之后就得做老妈子，生娃之后就得做大保姆，你自己调整不过来。别人不会因为你的埋怨改变成你适应的样子，你没长大，姑娘，你这公主病得治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家里条件也不错吧，是吧？从小也被宠大的吧，我相信他虽然添油加醋啊，叙述能力比较强，但是你见到美女流口水这事儿一定是真的，因为你也没玩够，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玩火。我像我说你的时候他就不吭声了，我但凡说的像的马上就窜出来了，对吧？两个人都没玩够，都还年轻，但已经结婚了，那咱就按照结婚现在的事儿来。我不觉得你们俩今天会分手，但如果想继续往下走，就想想我说的话，快点长大，别让我们这帮老家伙替你们瞎操心。谈恋爱和结婚两件事，但这两件事又有一个先后顺序。你只有充分的去谈恋爱，充分的了解对方所有的优点以及缺点，而更重点的是他的缺点你是否可以忍受，或者有的时候甚至别人看来是缺点，你可以是一种享受，之后才能谈婚论嫁。而这个谈恋爱的过程不是说我几年，有的人十年可能都不了解对方。你们之间还有过异地是吧？对，有过，有一年的时间。是啊，其实你好好算算，你们在一起真正在谈恋爱在了解对方的时候花了多少心思，还仅仅是把那些所谓的了解对方谈恋爱就整成特别浪漫的事儿。但恰恰你要谈婚论嫁之前，你们一定得有一起过日子的这个信心和对过日子的一个理解。在没有真正的领会两个人在一起怎么过日子的时候，怎么能够结婚呢？而且某些人觉得一结婚了反而可以原形毕露了，因为谈恋爱的时候你发现我的缺点咱可以分手无关痛痒，但是结婚之后你就不可能这么轻易分手了，因为那叫离婚，所以他才敢在你面前做出那样的事，并且还让你知道，并且觉得没事啊。对对对，甚至还可以消失玩那个彻夜不归啊。嗯，这些怎么可能在一个成熟的人面前去出现呢？你根本就不了解，如果你了解他的幼稚，你就不会这么快仓促的决定结婚。所以就是同时不成熟。姑娘，不光是他不成熟，你觉得你成熟吗？你错误的以为一些所谓的承诺谎言就是变成了对今后生活的一个规划，那不是的。我劝你让自己迅速的成熟起来，理解过日子就应该怎么过。而这个男生呢，自己那些毛病已经呈现出来了，怎么改，真正能不能改，还要基于你对这个女孩到底是不是真爱。如果真是大爱的话，我觉得你心思不会花在别的姑娘身上，如果真爱的话，那小毛病是可以解决的。我觉得给自己一些时间，让自己的动作啊步伐啊都慢一点。你呢跟他聊一聊，自己可能还真是有点小，有些事儿还真是想自己还过过单身的生活，你要给他时间，谁让你们结婚的太早，磨合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在一起的，就这样。好，谢谢，谢谢曲总。承诺和誓言都是有口无心的，你看那个字写的，都有个口，但没有心的。承诺是要用行动去表达的。我每次在主持婚礼的时候，当每次问下那些誓言的时候，我心里就在猜，这对新人是不是又在骗我？但也许在许下承诺的那一刻，可能大家都是真的。但是承诺会随着生活当中的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今天身体好，我承诺你将来什么事儿都我干，那难道我要是病了，我要是不舒服了，你就眼睁着看着我为了不顾自己的身体而去信守那些承诺，而你还袖手旁观吗？所以很简单，你们结婚才一年，以后不要轻易的说大话，说我能干这个能干那个，用行动去证明。他要是真的有难言之隐，他要是真的有的时候背弃了一点承诺，如果你希望他能够信守承诺，那么就帮助他一起去完成承诺，而不是眼看着你死了我也不帮你。那哪叫夫妻呢？说了半天你们还是要在一起过嘛，好吧，就这样。就踏踏实实的过过日子吧，你们在过的就是真实的日子。过日子有一条是绝不能做的，这件事儿叫较真儿。活在日子里是什么呀？琐碎、争执、柴米油盐，浪漫会很少。好好对自己吧，好好对父母，好好对待生活。时间给你们吧，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刚听老师说了，就是以后我在游戏生活，我就尽量做好我自己。我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就是到处找我的毛病了，好不好？
因为你那样搞得我真的很累很累，而且在朋友面前也特别没面子，你就不要再去那样的为小事去跟我争执了。我真的希望你能就是长大一点，我也长大一点。我觉得刚才听完老师说，可能真的是我也有一些问题，但是我希望我们俩之间能够多沟通。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我想要跟你沟通，我希望你能把你手头上的事情放下来，我们两个好好沟通，然后之间有什么问题我们两个人商量着来，就是严格按照我们俩之前说好的这些规定去做。我希望你能够有所改变。我会努力的。请回吧。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来，请关门啊。问题能不能解决，看他们自己的悟性。我倒希望今天他们有一个人能不出来，受一受挫也挺好的，尝一尝那样的滋味。其实咱们就看看这一队怎么选呗。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长大一点。哎，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有请啊。哎，别着急，别着急。哎，还有句广告语得说，要保湿，易北湿。今天想清楚再说，别又一会儿浪漫，拿着戒指说。回家之后我一定改，你要这么说，家务活看来你也得干，我也得干，我们互相商量着干，千万别说一句大话，听见没有？想清楚，我提醒好你了啊，想清楚。来，我们来见证这小伙子的誓言，各位请见证。老婆，希望就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到你想要的东西吧，做到你想要的样子。我也希望你能够就是多理解我一点，让我也轻松一点，我们一起把日子一步一步走得更坚实一些，好不好？谢主持人老师，谢主持人。哎，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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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再走。珍惜啊，千万别轻易的说离婚，好吗？好。试着磨一磨，好吗？好。回吧，别较真了啊，好好过，挺好的。请回，请回，请回。